但现在你老婆对你这个拘留有什么想法吗？啥想法？他倒是没有什么想法。我走和留，他说，反正你自己看吧。就感觉你干了这份工作，你干的舒心，你干的顺畅，那你就干了。那你出去呢，重新再去干一份也比较累。所以说他就一直就是随便我，我要留留，要回去的话就回去。可是我选择留。现在呢，消防队需要人才。很多地方需要人才，水域啊、地震啊，是吧？都需要人才。像你的这个资深素质、业务素质啊，都蛮不错的，是吧？一定要把这一块、把这一块自己能力发挥出来。反正也当兄弟一样，也当老大哥一样，是吧？也希望，真心希望，包你啊，包括中队里一些年轻的，不管年轻的还是老的，是吧？都能发展好。是吧，事业还是家庭还是老婆，是吧，都各个能兼顾好是最好。秦灵静选择了留下，又投身到他日常的战场中，背后的纠结与付出将被这座城市记住。大姐，你拿着这个包。电梯紧啊，就是在这里是吧？谢谢你们。6月7日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这是改变命运的日子。总队院校招生考试与高考同一天开始，大景和妹妹隔着600公里的距离，同时步入考场。大景的紧张全写在了脸上。120啊，我这边120的。就是我们接到个现场，我们家卷粉会，这个患者人比较胖，有400多斤，是人比较胖。我们再过来看一下吧。啊，好好好。但现在好像是你不舒服了，没办法进出这个门，就有点尴尬了。主播，你关心待会怎么出去？是那样吗？这个太费劲了，这个铁门就出不去啊。啊，我先看一下先。那个后面人把担架拿过来，之前看过吗？他自己能走吗？现在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不敢轻易让他走，因为他咳血了。大叔之前做过一次心脏手术，现在又出现了心衰的症状，必须尽快送到医院救治。人躺上去之后啊，我们极限就300斤了。对，太窄，而且这个东西，他就是万一抬的时候断掉的话，就120的担架只能承重300斤。可是大叔体重超过了400斤，只能使用消防的软担架，但是门口狭窄，而且堆满物品，空间只能容一人通过，无法用担架将大叔从房间抬出来。旁边老百姓什么就不要围观了，尽量往边去一点，好吧？把这些东西能搬的全搬空。商量一下，消防这边这个门能不能拆掉？因为要送你去医院的话，这个门肯定要出去的。现在这个铁门跟这个箱子已经是挡住你的出路了。我们先扶你，先出去吧。先扶你出去，你看你能不能走。不能走的话，我们就把你抬下去。能走，我们就扶着你走，你看行吗？我感觉这个担架都不一定包得住，不一定包得住。我感觉电视人说的。能走的话尽量走。老二挺好，老二。用咱们这个是啊。你们在外面啊，把软担架先打开，然后找个凳子。然后我们把那个患者先那个等会抬，这个帮他走出去。然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让他在外面先坐过，然后担架先准备好。好的，明白。来，我们扶你吧，好吧，师傅。来，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他来。走，我要坐，我。啊，这才远，我坐。最近能起来了吧？反应。我们扶你起来吧。先走吧，你看病要紧啊。师傅，看病要紧啊，我们先出去好不好？来吧，来扶一下，来起来，来。我们先扶你起来吧。我老李到左边。来，你看。哎呀。我等一下啊，刚才谁给我女儿打过电话的？先别管这个电话了，你先去医院。我这个电话一定要打给他的。好，再给你打好吧。那你电话，你电话呢？手机在这儿。你在这儿啊？对，你打给他呀。啊，看怎么说呢？你要他回来还是什么？我看怎么看怎么说。他女儿在澳洲呢。哎，你好。他女儿在澳洲呢。你好。我今天办什么意思？你女儿是吧？不，你现在想办法，先要去医院去检查去啊。哎，先到医院去。就是你能配合。这个，到医院去。这个。这个。好，先到医院去。这个。他女儿是他用微信联系啊。哎，要留在澳洲的，我肯定可以了。对呀。不是微信。是。在路上也可以打的呀，在路上也可以打的呀。我这都动了。啊，这都是妹妹在。啊，妹妹在。来。快，在这看着吧，他自己能起来。好，慢点啊。姐啊。我是走了。谢谢啊。不行说啊。大叔坚持要自己走出去，消防员和医护人员只能在旁边保护。我先走。来，他这个能抬吧？他这个脚能抬吧？来。来，再坚持两步，来，坚持两步，抬一下脚，脚看着点啊，好，好，来，躺上面，来转个圈，转一下，不用，就这样，坐，走到中间，然后坐下来，坐下去，哎，不要，好，坐下，好，坐。哎，师傅，就是这样子，坐下来躺这里就好了，躺在上面。对，头朝你家的那里。你放松。坐。不是，我需要把他，接通。哦，那小，板凳。新的难题又出现了，大叔自身重量比较重，根本无法蹲下躺到担架上。让他的脚对着这个。转过来以后，担架后面这个软的嘛，把它竖起来，让它往后靠，再慢慢的放下来，后面得吃力的，顶得住啊？只有这个办法了，因为三四百斤的，而且他这个等于滑下来的时候，这脚是滑的，我们这个是滑的，他不是直挺挺的这样下来的，他是这样滑的。因为他脚如果吃力的话，他自己就躺不下来了。对呀、啊，他自己躺下来会把自己脚压断的。所以说，他得用个安全带把它压下来，固定一下。这样子，这个办法，把你们车子推上来，我们这个担架铺在你们车上，让他躺上去，然后我再把它抬走，把这个铺上去是吧？好的。瞎子提出的方案被一致通过，消防员立即协助医护人员将担架车抬了上来。先把车子拉过来，再弄绳子，没事的。再说，想办法让屁股能动。都在啥地方？你那个花腿吧，你扶着你这样累了，他都给我痛啊！
我没给他勒结，我觉得这个就跟提个力，我上面打个结吧，要不然后直接提在上面。哦，不对，他等会整个人往下的话，他这里会卡到他肚子。啊、这儿，那就这儿不能系，这里不能系。你要动我，动我能下。但是他这样子。我们先试一下吧，先试一下，先试一下，这个太沉了，这里我放松一点。来，哦，不对，前面要轻一点，前面轻一点，后边重，后面重。那你们两个医生的话，你们还两个医生在前面帮忙一起。你们医生的话，等会抓这个吧，抓这个，抓这个。我在这边站着，张斌跟老王在这里，来个抓着这两个，另外一个这里。我在这个位置，对，后边最起码得四个。董三、老二还有谁啊？六去，老王也去是吧？我和张斌。上还有人吗？还大福呀？还大福也去，那是我去吧。算了，你在后面看着，我在前面看着，要看着。万一绳子不行，我们马上停止掉。你们头那里一定要当心啊！哎，一定要记住啊！你们脚太脚了，脚不能比头高啊！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让头先抬，头高了我们脚才能高。在运送的过程中，保持平衡非常重要。任何的碰撞或摔倒都会对大叔造成二次伤害，队员们必须小心再小心。好，先好了之后给他放地上先。等一下，还没出去呢。好，放地上，慢慢放，慢慢放，放地上。好，慢慢的移，转个方向，头大去，转，先转，先转，来，伸直，让他腿伸直，再下去不行了，他等我，等我，先给他转过来，先不要往后啊，好，转，转，转，好，停。停，下面顶住啊，后面顶住、啊、来，哎，哎，慢点啊，慢点啊，走，走，转长，你看好头啊，我在看着，我看着，哎，慢点，走，好了，没事，现在下，并住，下。那个后退的人当心啊！好，两个手抬高点，兄弟们快了啊！快了啊！来，再转，慢点转了吗？好，来，好了吗？下，好，下，慢点，好，带头啊，带黑头，小心头，再出去慢点啊！再慢点。有台阶啊，上台阶，有台阶啊，慢点，还有个台阶，当心啊，还有个台阶，有台阶啊，小心台阶，慢点，好，你们好，来站挪一下，再调一下，来，好，哎，手放肚子上，来靠近，一二三，好，放，好。等，这样子才好进去了是吧？他这个车子倒设置的蛮好的吧？来，爸爸再来，底下，最底下，最底下，那边一样的，最底下，最底下。好，谢谢，好了，来，升，然后我们去防疫是吧？对，站着啊，说我们还去防疫啊，说我们跟着去防疫啊。到医院。还需要消防员协助将大叔送到急诊病床上，所以队员们又跟车来到了医院。来，一二三，好，安置。两楼，哎呀，那你们把他按下来的了？他家有电梯吧？没有，哎呦，快坐。深夜，大叔病情加重，需要转院，老高带着队员再次出警了。需要注意哪些方向？就他这里有个深静脉穿刺，还有根导尿管，你们注意不要把他那个管子给拔掉。啊！大家一起帮忙推一下吧，不然的话。好了，来，一二三，好嘞。我给他到大门走吧，这个门进不去，外面进不了。重要，他们要求是需要到时候还是需要消防的。现在派我们水跟过去，还是到时候派那个水附近的消防队过去？
医生，你们直接跟着他们过去吧。好的，医生要明白，医生要现场，属于120前往十院。先准备好。一二三，四，举。这时候你们医生等会再帮一下忙，一起脱下，把他担架抽出来。好，等一下啊！等一下，一二三。好了。等一下，人要往上来一点，来，正好你们，然后大力士们，一二三。好了，那你们辛苦了。快走，这边交给你们了。好。他们撤了，你们这。